虎扑11月10日讯，据太阳报报道，在同埃弗顿的比赛中收获自己曼联生涯的处子球之后，卡瓦尼穿着迷彩服登山，拥抱大自然，以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处子球。报道称，卡瓦尼是一名大自然爱好者，在打进自己曼联生涯的处子球后，卡瓦尼穿着迷彩服登山，并且还同球迷们分享了自拍照，分享了自己拍摄的户外美景视频，并且道，没有比大自然的景色更美的了。双引号，有球迷评论道，环境太好了，卡瓦尼好好享受下新鲜空气吧。双引号，太阳报还介绍称，卡瓦尼也是一名垂钓爱好者。此前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对我来说休息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门散步。我真的很喜欢大自然，也喜欢垂钓，喜欢乡村，喜欢动物，所以当我休息的时候，我会试着远离足球环境，享受这一切。双引号，